记者王盈娟台北报道 ，Channel 香奈儿与香港 PMQ 原创方举办 Mademoiselle Prime 展览开幕派对，邀请众多明星前来共襄盛举，包括前超模辛蒂克劳夫的女儿凯雅葛博 （Kaya Gerber）， 年仅16岁的她与同样身为模特儿的 Irene King 与朴秀珠同台较劲，一双逆天长腿成为当晚注目焦点，加上透视长靴的加持，让她即使实际身高不如其他两位，看起来却更加高挑。凯雅承袭妈妈的美貌与身材，携星二代气势，在2018春夏伸展台上已经开始崭露头角，并抢下 vs Calvin Klein Jeans 春夏形象广告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凯雅葛博出席香奈儿 Mademoiselle Prime 展览香港站开幕酒会，一双长腿在透视长靴的加持下更显逆天。香奈儿提供韩国潮模朴秀珠出席香奈儿 Mademoiselle Prime 展览香港站开幕酒会，香奈儿提供韩国时尚部落客兼模特儿 Irene King 出席香奈儿 Mademoiselle Prime 展览香港站开幕酒会。以一双战斗靴搭出香奈儿的街头风格，香奈儿提供凯雅葛博登上 vs 2018春夏形象广告 vs.ark。一提供凯雅葛博登上 Calvin Klein Jeans 春夏形象广告 Calvin Klein 提供。